我一个出世都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台湾人。我所呼吸的空气，我所吃的食物，我所穿的衫裤，得来都不是那么简单。我爸爸好像是一个石头哦，被磨到很圆很圆那种感觉。他在战后要重新拾起他的文学之笔，经过了两次的断裂，第二次的断裂就是因为白色恐怖。一挂目睭嘞，伫骨头下顶跳来跳去；一挂目睭嘞，伫我的身躯顶收来收去，发出奇奇的怪声。我今晚想准备跑来跑，你这大手鬼，你把他吹起来，干你娘嘞！干你娘，别跑了！文学界第一集啊，台湾小说的原型，叶石涛老师写的。那个时期是不是也影响了现在的社会？甚至是那个影响是影响到一个完全没有参与过那个时代的。作家在创作的时阵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任何人拢无得帮忙伊。伊必须要面对挫折，战于孤独的战争。文学到底是啥物？文学就是上帝给特别的人降下的报应吧。